选一还是二二？我选一。恭喜你选到许愿珍珠啊！太好了。选一还是二二？我选二二。你也选到了许愿珍珠，这一下我什么愿望都能实现了。希望他们都能多做好事啊！啊，怎么堵车这么严重啊？我还着急去上班呢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来帮你，许愿珍珠变。嗨，我超人来了！超人，艾莎快迟到了，你快带她去上班吧。没问题，起飞！啊，好神奇呀、啊，我竟然飞起来了！准备好了吗？出发！白雪，谢谢你！嘿，太好了，这下艾莎就不会迟到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天气太热了，我们的雪糕都化掉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许愿珍珠变。白雪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你能帮他们把雪糕变回来吗？当然没问题，冰雪之力。啊，人都变回来了！白雪、冰女王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能帮到你们，我很开心。我最喜欢的洋娃娃不见了，这个怎么办？有谁能找到丢失的洋娃娃呢？啊，我想到了，许愿珍珠变。白雪姐姐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著名的名侦探，他能帮你找个洋娃娃。啊，太好了，咱们开始找吧。好的，小姐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你的洋娃娃在那里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白雪，谢谢你帮助我。能帮助大家真是太好了。呜呼，我会飞了。不就是会飞了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就是啊，大宝熊们，这是怎么了？白雪，你不知道，佩尔真是太过分了。耶，我又赢了。切，打游戏厉害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有一件宝贝，你们都没有。大姐姐，是什么宝贝呀？贝尔，你的房间怎么这么脏？快收拾一下。好的，妈妈。嘿嘿，看我的许愿珍珠变。灰姑娘，把这里统统打扫干净。好的，主人。主人，打扫好了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哇，这个太神奇了。这有什么？我还能变出迪迦奥特曼呢。许愿珍珠变。去迪迦奥特曼，快带我飞。去啊，姐姐，我们也想飞，让迪迦把我们也带上吧。不行，迪迦是我一个人的，不能带你们。迪迦，我们走吧。去。迪迦也太酷了，熊们，咱们还是出去看看吧。就是这样，那也太过分了，咱们去找巫婆婆。乌拉拉魔法之力。啊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巫婆婆，我飞得正开心呢，你为什么把我拽下来？贝尔，我给你许愿珍珠是为了让你多做好事，可是你只顾自己玩，也不帮助别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许愿珍珠收。啊，不要，我的许愿珍珠。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？我再把珍珠给你。呀，巫婆婆太棒了。小朋友们，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